大家好，我是八妹。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水库啊，听说啊有钓友在这个位置钓了一条20多斤的草鱼。今天呢，我来了，我带着我的撒网来了，咱们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撒那么大的鱼啊！来吧。撒的有点偏，网已经撒下去了。咱们现在啊，咱们快去给我们收网。哎呀，现在开始起网了啊，感觉网里面有一点动静。咱们看到这里了啊，记得给八妹点个小爱心啊，你们点点小爱心我就上鱼。记得点关注啊，不点关注下次看不到。哎呀妈呀，有一点点小挂。哎呀，我去，打了一个彩鱼。咱们一开始撒了一网啊，那一网没网鱼。刚八妹在这个地方又撒一网，有点动静，希望咱们能上鱼啊。哎呦，动静还不小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往那动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呀？白鲢啊！看到它头了没有？哎呦喂，不止一条呢！哇塞！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，天哪！哎呀，蛮重的，刮脸！哎呀，哎呀！1、2、3、4、5，看到这里了，记得给八妹点个小爱心，点个关注，感谢大家。我也是有鱼的人了啊！